感情不和，这严重，有了第三者，比这还严重，总不至于到杀人的地步吧？你要是不管，今天回去我就把这个畜生给杀了。那我就求你帮我一件事。这人还没杀过呀。谁也不是整天杀人。不过我帮了你。 能得到什么好处？要杀这么多人啊？没事，能杀一个是一个，人不用理他，你负责帮我摁住他，我捅死他。白箱子，白箱子的人是我，与你无关。倩，你觉得我的生意值吗？我弄了一次，要杀五个了。 我又不是黑社会，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。